动一下。没错，今天就是我们的运动外鼓掌。那想先问大家一下，你们小时候的运动会都在比一些什么啊？踢毽子、跳绳、滑滑板。冠军的得主，踢篮、乒乓球，大家都很厉害。那另外呢，最近很红的一个节目叫做《全明星运动会》，大家有听过？有看过吗？有。对，没错，他们就是规划让艺人去参加专业的比赛上面做一个实际节目。所以今天我们规划了一档专属于首领网红的运动会。等一下呢，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请各位以及每一队的帮我分好棒次，然后等一下小帮手这边呢会说明关卡以及每一个关卡需要的人数，基本上每一位都不能重复哦。体力的话呢，第一关是拔河，那拔河只需要一个人；羽球是你的第二关，也是需要一个人。那体力的第三关呢叫做举重，动弹力的第一关叫做飞镖，动弹力的第二关叫演艺大冒险，那最后的脑力。
表示求连到地图上面的机会，到离这个地方最近的那一个人就获胜了。最近叫做爽文，爽文是哪里啊？这就要考验大家的洞察能力了。你们要先思考一下，这个地点会出现在哪里呢？那我们正式开始，我们的第一颗球。好，我们这个小帮手帮你记住你的第一个点。准备好了吗？
国际。换人最后30秒。这么简单。4个字。小嘴水。首领网红瑞就会得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还想看我们的首领？